的大街，闯入无人和夏天，为你披上雪白誓言。世界已灰飞烟灭，而爱却未告老茧。你是真的，或是我的幻觉。占据了每一条街，一步步曾经，一步步想念，在脚下蔓延。在充满你的回忆里面，我独自流浪海角天边，一步步走过大石心愿。也许在来生的某个明天，我们张小姐，我家夫人想见你一面。夫人？哪位夫人？阿姨，心仪的事情。过去了，别再说了。人都不在了，你是心仪最好的朋友。你知道心仪一生最大的梦想，就像办个个人画展。现在我帮他实现了这个梦想，画展典礼上，希望你带着你的朋友能来观看。我想心仪在天上，要是知道你来看他的画展，他会很高兴的。阿姨，我一定会去的。希望在那天能看到你和你的朋友。阿姨，您保重。我已经通过在泰国曼谷的二叔帮我们调查了一下 Revenge 这家公司，他说他并不清楚有这家公司的存在，所以我就开始怀疑他们在泰国注册只是一个幌子。我调查了他们最新的一些资金流向，果然不出我所料。董事长，你看这几笔资金呢，正是流向本地的，只是具体地点尚不清楚。我怀疑他们在泰国注册只是为了转移我们的焦点，而这家空壳公司实际掌权者应该就在我们附近。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接下来我会到工商税务部门去查一下，看看这些资金的流向，不过还需要一点时间。好，那你赶紧完成吧。是。孟欣怡的母亲旗下有一家资金管理公司，
专门为很多企业来融资的。如果我们在他们身上能够拿到周转资金，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抛售股票来套现，公司也就可以起死回生，也就是说不需要再提防那些趁机赚钱的小公司套现了。董事长，丧女之痛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忘却的，等四汉回来我们想个办法向孟夫人慢慢解释清楚，致歉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只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这就是孟夫人今天送来的。哦，她要为女儿举办画展。嗯，她既然愿意为她的女儿举办画展，同时又邀请我们去看她的开展仪式，那表示她对之前的事情已经释怀了。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画展跟她冰释前嫌。当然如果思汉能够赶回来在他面前说几句好话，那融资的事我们就更有把握了。王秘书，去查一下思汉的出差行踪，我要联系他。是。你在干嘛？小小，你在看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你笑得这么甜蜜，这明明就是恋爱中的人才会有的表情嘛。哎，说，你是不是跟康副总裁复合啦？小何，我跟他绝对不可能再在一起，以后不能再乱说这种话。绝对不可能在一起。哎，我也真是的，居然会猜想你会在这个时候谈恋爱。刚刚和康副总裁经历了这样的巨变，你说你是要多没心没肺才会在这个时候谈恋爱呀？我去泡杯咖啡。泡咖啡有古怪。好的，我知道了。喂，董事长。好的，我马上去查。谢谢。不客气，请签收一下。哎，张晓，董事长刚交代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麻烦你把董事长的快件给挑出来送到他办公室去。好，谢谢。汪总，有您的快递。哦，我看看。汪总，您的快递。哦，哎，这还有一个董事长的。哦，哦，谢谢汪总。赶快把物料送过去，快点。小小，王叔。哎，哎，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啊。哎呀，对不起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啊，你客气。来，赶紧帮他收拾一下啊。哦，谢谢王总。啊。
天了。离开好几天了，去哪儿了？哎，董事长，董事长，您是问思汉的事儿吧？那您看，他刚跟我通完电话。他给你打电话了？是啊，他问啊，咱们公司跟蓝城那边的合同具体内容是什么？哦，是这样的，那边耍滑头，不想按期交货，思汉正在处理呢。那他为什么一直关机呢？是啊，我也想跟他多说几句，可我听出来他情绪不高，不愿多说。哎，你想，婚礼上这么一闹啊，他没情绪可以理解。这次我想呢，他一是为了工作，二很有可能想找一个陌生的城市住几天，散散心嘛。他的心情我是应该理解的，我应该多给他点空间。是是是。停车场等我，中午一起吃饭。哎，小小，你别走啊，一起去领福利啊。什么福利啊？不会吧，你来了这么久，居然连福利日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殷总，哎，不对，是殷部长。每周都会准时到员工餐厅来吃饭，这可是咱们底层小虾米见到他最固定、最可靠的机会了。说不定赶上他心情好，还能遇见他一个罕见的微笑呢。真不巧，我正好有个朋友来，我要陪他去外面吃饭，就不陪你了。哼，这个朋友一定是个男的。这是您的菜。谢谢。对了，还没问你，你今天在公司那是什么态度？我是觉得至少现在在公司我们应该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不然影响不太好。想做地下党？其实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希望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光明正大。喂，倒霉死了，今天殷部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一周才一次的福利都没有领到，早知道我就找你蹭饭去了。这周没领到，还有下周吗？我记得殷部长只有在和兰兰谈恋爱的时候才打破过来餐厅吃饭的规矩。呀，难道他温柔这么短时间就又开始新的恋情了？你想太多了，他迟早会出现在你面前的。哎，你的声音怎么了？难道你真的在跟什么人约会？不是，我有点事情。不对不对，我通过电话线都能嗅到你那边雄性动物的气息。哎，你那个朋友是个帅哥对不对？有没有殷部长帅啊？你说什么？我听不到。拜拜。哎哎，小小，小小。你打算一直就这样下去吗？喂，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这是今天早上心仪的妈妈给我的，我想她可能已经原谅我了。他给心仪办了画展，让我带着朋友们一起去，到时候到时再说吧。先吃饭。嗯嗯，来。
三天了，他怂老子还是没打电话来啊，看样子是不想掏钱啊。喂，说话。你是不是康家的人？我跟你们说。喂。喂。康思汉，你最好就给我乖乖死在那儿吧。你们家人啥毛病？动不动就挂人电话？不可能，不可能！爸爸不会再次抛弃我的。我很生气。打！别打！停！算了。录像带都寄出去三天了，你们家人还是不管，对吧？你也不打算帮我们给你爸打电话要钱，对吧？好，那我就成全你。送康副总上路。你们选你们自己喜欢喝的酒吧。啊，这是你妈妈最喜欢的。今天是你们妈妈的生日，别在席间提公司的事，我要让她过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日。我一直觉得大哥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所以我前几天就入侵了你的电脑，想挑战一下。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是犯法的？大哥说的是，我这样做是不对。不过我就是想弄明白，为什么大哥你的电脑里面会有二哥婚礼上的照片呢？我现在调查泰国那家空壳公司，我怀疑那些照片是他们换的，用来打击震天集团，压低股价，所以我就把照片给拷了回来。怎么了？这也有问题吗？没问题，当然没问题。这说明大哥你真的很厉害吗？夫人，请二位上楼吃饭。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送给你的，喜欢吗？谢谢真田。妈，这是我跟我女朋友挑的，希望你能喜欢。很漂亮，怎么不带女朋友一块儿回家吃饭呢？会的，不过不是今天。行了吧，别管他女朋友了，看，这是我给你挑的礼物。思雨好有眼光，妈妈很喜欢。先许个愿吧。好，把手给我啊，拉着哥哥的手。今天我过生日，我们一家人一起来许个愿吧。我希望震天集团父子齐心，兄弟联手，顺利度过所有的难关。
你都知道了。我真的很感动，不管日子有多难，你们都不会忽略我。现在集团资金紧张，正是用钱的时候，如果我还过生日收礼，那就太不应该了。现在这个公司没有困难到这个地步，你放心好了，礼物还是要收的啊。好吧，那我就先收下了。震天，你记住，如果需要我，我也能尽微薄之力的。哎呀，如果思翰回来就好了。思翰在出差前已经给我生日祝福了，我很满足。来吧，我们切蛋糕吧。好，来。好，切蛋糕了。好，反正我饿了，把二哥那份也吃了。妈，来吧。你们切。哎，不不不，妈你来切吧。来来来，来来。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朋友是在这群人里面吗？你着什么急呀？该到认识的时候，小小一定会介绍我们认识的，是不是？是啊。不好意思，他今天可能来不了了。不过到底是什么重要人物啊？这么神秘，啊？什么神秘人物、重要人物？我这么一帅哥、这么重要、这么神秘的人物站在你面前，你都不心动？你看就没见有什么事。正儿，康震天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动静啊？我已经成功的骗过了他，现在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焦点上，我们又成功的争取到了一些时间了。哈哈，不错不错不错。不过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争取更多的时间了。你听我说啊，今天呢，我在孟欣怡的画展上，我给她康震天下了一剂猛药，我想她再也无暇顾及什么泰国公司了。你上次说的大动作就是指孟欣怡的画展吗？你就请等着看好戏吧。啊。喂喂，你在什么地方？我在展馆外面，只可惜你没来。你里面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奇怪？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心仪可以看到他的画展如期举行，又有这么多人来参观，一定会很开心的。你等我吧，我马上来。来来来来来，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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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这边请。董事长夫人，董事长。哎，康总，请看镜头，谢谢啊。康总看这边。康总。康总。康总，请看这里。请看这里。夫妇的画作，我能感觉到他这几年的生活痕迹。原来他有很多藏在心里的东西，是我不曾看到的。
会想把这张也放在画展上吧？废话，你是我最好的闺蜜，怎么可能没有你啊？我真的好幸福啊，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还有一个我爱的男人跟我结婚，一生都无憾了。好，给你个螃蟹抱吧。哎呀！哎，怎么回事？哎，怎么没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怎么了？哎，这看到这不是婚礼吗？是啊。哎，对啊，这是。这怎么回事啊？这你看，谁会放这种？是谁放的？出什么事儿？怎么回事？怎么会放这个？秀秀，这里地址多，我们先走吧。秀秀。请你说两句吧。哎，别拍，别拍，别拍了。秀秀，秀秀，能解释一下吗？到底怎么回事啊？秀秀，你说两句吧。别拍了。秀秀，秀秀，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好像是梦想，怎么这么远？哦，你们都看见了，他就是杀死我女儿的凶手。他的梦想，他是多么热爱生活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因为他爱错了，他就该死吗？他想到黄河边去种树，想去秋山村当教师，想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没了，没了，他死了。对不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张晓的麻烦。我现在是他的男朋友。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您别跟了，我会照顾他的。小小，就这个出啊！哎，这个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快快快快快！
对不起。别演戏了，孟阿姨。对于信宜发生的意外，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张晓的麻烦。我现在是他男朋友，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怎么可能？看看他，到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以为自己是真命天子呢？我一直以为自己与小小是真心相爱，却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投入了殷正的怀抱。原来我一直所坚持的，竟然是这么的可笑。我还把他当作是我生存的动力。太可笑了。孟一南，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女强人，没想到你连你女儿的画展都要拿来做报复的手段，你太狠毒了。你当然要报复，我当然要报复了。你现在到这儿来讲什么道德了啊？我告诉你，你们的股票已经跌到最低了，你养好精神，养好精神，收拾你的烂局吧。我很高兴看到你为脚踩两只船的儿子买单。你没觉得很奇怪吗？啊，凭借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就能让你们的集团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没觉得很奇怪吗？我真要好好的感谢你的好兄弟殷成贵。振天，你撑住，振天，救救你哥！上车吧。我想一个人，你走吧。我送你回去吧。我真的想一个人。这件事情再怎么想都没用的，你能不能听我一次啊？回家好好休息，睡一觉。是我害死心仪的，我一辈子都睡不安。害死心仪的不是你，是我叔叔。你说什么？这一切都是我叔叔设计的，是他把你和思恒的照片放在心仪的婚礼上。这么说，那个短信和电话……对不起，是我骗了你。那在婚礼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你也参与其中了，是吗？请你原谅我吧。你竟然做出这么不择手段的事！我也试过要阻止。你不用解释，心仪就是你们害死的。我叔叔只是想要刺激心仪，搞砸这场婚礼。只有这样才能阻止震天和迎风合作，才能搞垮震天。你们要搞垮震天集团？我要为我过世的父亲报仇。他不明不白死了这么多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别无选择。难道可以为了自己的仇恨而不顾别人的死活吗？这么多年的仇恨，我一定要报。你心里就只有仇恨？你不是，你不会明白我的痛苦。
大夫，他怎么样？震天，震天，你睁开眼睛啊！震天，震天，你醒醒啊！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你怎么样了，爸？震天，冷静一下，冷静，冷静。来来来，妈，爸到底怎么了？他一激动就晕倒了，大夫，他情况怎么样啊？康先生得的是脑溢血，具体情况需要我们进一步诊断才能确定。我们医院呢会尽全力拯救病人的，你们家属呢就放心吧，啊，耐心等着吧。麻烦你们，就这样。麻烦，好，好，好。妈，别难受，啊。爸昨天还在为林墨跟孟家和解的事高兴，没想到今天就出这样的事儿。他肯定是因为情绪大起大落，所以才会这个样子。电话，晚不晚啊？我要打电话。哇，走。你要干啥呢？我要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你要给谁打电话呢？给我爸打电话。我等着就是你这句话，你知不知道？你这个笨蛋啊！你这个蠢货啊！你早打电话不就完了吗？你早这么办，谁能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就是。电话号码多少？6388896543。喂，喂，我是思翰。思翰，你在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被绑架了。绑架！快，快拿钱，说出去。快把电话给我爸。你爸爸突然脑溢血，他现在晕倒了。思翰，你在哪儿？什么？阿哥，你听我说。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你放心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动什么呀？你别乱动！不可能！不可能！二哥，你别着急嘛，二哥！银钟，一定是你害的我，一定是你！二哥，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嘛。二哥，冷静点。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我要报仇。二哥，你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哥，你们听好。第一，马上给我准备1亿的现金赎你们家康副总，要不然我就撕票。第二，不要动不动就挂我电话。喂，喂，你说话，喂。喂，喂！你妈的，这个王八蛋，居然敢帮我二哥！妈，你别太难受。二哥出了这么大的事，难免会情绪激动，一时口不择言。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妈。我没有往心里去，我是担心死寒。儿子，该怎么办呢？1亿现金，现在集团哪有这个钱？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怎么办？给英子打个电话，也许他能筹到钱。无论如何要救思翰。喂，正儿，思翰被绑架了，你快点回来啊！
星一直都在这一片云海，等着太阳疲倦之后离开。我也一直待在这个模糊地带，等着你疲倦了回来。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高